看种水真正冰的料子啊，它一定不是发白的，在面对灯光的时候，它整体是一个曝光的状态，但是光被挡住之后，它就是那种发黑的样子。找了这么久的手镯了，每次咱们找的都是预算几千一两万的，今天呢总算来了一个富婆，预算50000块钱想要找一条葡萄肉的，这么多预算咱们今天要好好的给她找一下，走去市场逛一下。这一套开多少？像这种就是真正的玻璃种，而且还是木纳雪花棉的，当中这种小棉点星星点点的洒落下来，非常有意境。你看种水真正冰的料子啊，它一定不是发白的，在面对灯光的时候，它整体是一个曝光的状态，但是一避光的话，因为它本身水头够冰透，光被挡住之后，它就是那种发黑的样子。像这种手镯的话，一辈子有个一条基本上也就毕业了。这条开多少？这条给了8万。像这种底色还可以，里面还有带点绿飘花，但是给过8万的话有点超咱们预算。这条给过价没有？给过7万了。这条开多少？这条开13。给过价没有？给了4万了。拿外面看一下啊。好。这一条颜色还是不错的，像这种就是有点芙蓉底，一点晶体结构都看不到，种非常老，而且这个颜色也非常少见，有点偏那种牛油果的一个色调。然后缺点就是在背后这个地方，咱们把镜头挪近一点来看，这里有一点小浮棉。手镯再跟大家去讲一下，只要是个翡翠，它肯定就是有棉的。这个棉咱们进去砍价的时候是可以把它当为借口去砍价，但是咱们内心呢一定是要去包容。如果一个翡翠上面一点棉都没有，那只有两种情况，一种就是它的价格会非常的高，还有一种的话就是它本身就是人工制造出来的，所以说才会有那么高的一个完美度。你看真正的含加料就是这样，价格有到一定程度之后，打灯看过去里面一点杂质棉点都没有。这条给过4万的话价格还是比较low的，刚刚老板开价是开13万，咱们现在继续砍一下走。这条上次给4万，货主怎么说的？给4万他说卖不了。有没有说其他的？没有，反正有价就有机会。那4万回头给他问一下了。问可以问，但是也没机会卖的，因为上次劝过他了。他这个色也没有满圈嘛，底下也有半圈露白的，不行，卖不了。再加2000了，4万啊。这里棉也大的，这种做出来都很影响的。不是差2000。2000我都加的很多了，你看别人看最高也就看到4万块钱，是不是？我一加就加2000。那你好好看吧，我再劝他一下。你让他也落个价嘛。问了，他说卖价要5万。5万太高了，上面这个棉做出来之后肯定还在的。只要是石头都会有棉的。再给他加1000了，4万3，然后另外再加个10艘。时间也差不多了，4点半了，卖一条收蛋了。他说算了，今天没开张，卖你一单开个张。4万30艘，总共2000多，凑个整了4万5。行行，转过去了啊。好好好。手镯咱们最终是45000成功拿下，刚好呢这边就有一家加工店，像这种好的料子啊，一定要去做精工，精工打磨出来之后呢，它里面的整体水头啊种子都会不一样。那咱们现在拿去加工走。Later。 手镯已经加工出来了，咱们一起看一下中腕的料子到底长什么样，来把镜头拉近。手镯通过打磨抛光之后，映入眼帘的就是它自身的一个胶润度真的非常高。当手镯的品质有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，咱们就能很直观的感受到平常所提到的一些胶感、种水、种质。手镯洗出来之后，整圈都是带着淡淡的一个青提底色，颜色清爽减龄，加上自身胖圆条的一个条形，也是给人一种很踏实的感觉。那么今天这条葡萄肉手镯咱们就分享到这里，大家觉得这条手镯4万多买下来值不值，或者还想找什么样的手镯，都可以在评论区里一起交流。